好，现在来分析这个光炎蜥的地狱级成就龙科哦。那这个龙科是药之嗜血龙咒，那只能光属性使用。集气方式是四 combo， 那第一个效果哈，直接无视敌人88防御力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而且第二个效果又是吸血，最多可以吸到生命等值的50%，但是虽然说没办法回满了，但是它主要是拿来救命用的啦，我认为。哦，比如说打一些回复变灵，回复变灵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靠吸血来回血。如果说下一关遇到仙宫的话嘛，这样我觉得还不错。打个临时队的话，我觉得 OK， 放它放进去，这样子它也有破防卡，破防龙科了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无视属性相克，我就觉得这不知道是来搞笑的还是怎样，因为光属性本身就没有克属的问题。那你如果说开了龙科，反而还会把这个光克暗给变不见，所以这个龙科第三个效果有点奇怪。有点自打嘴巴齁，那主要就是他的破防跟他的吸血，我个人都觉得非常值得刷齁，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到这颗龙科，而且他要解成就也不难嘛，你露西带个眼球，带个眉笔丝就三成就了 ，OK。